接出哇！嚟俾你睇。哦，啊漏咗出嚟啦！足足等咗2个月啊，下怪嚟啦！成日睇人哋做食播，食到好滋味。我第一次食，点解我等咗2个月呢？就系、是、因为寄唔到过嚟。啊！唔好啊，唔好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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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，它出来了。哦，我这个这么小的。啊，好大阵蟹嘅味道。我买嘅呢一个系大号。来，你给你们看一下里面。啊，哦，屁是这个样子的。嗯。好好吃哦，好满足哦。佢就系好浓郁、好浓郁、好浓郁嘅一大啖蟹黄。虽然系贵咗啲吓，我这里呢一斤，我这里是一斤，一二三四五五只，然之后好似系连埋运费100零蚊到啊。再食多食。唔知系咪咧？我哋依家呢一个月份咧，已经开始冇咁肥咧。最肥嘅时候听讲就系11、12月，但系嗰2个月寄唔到过嚟。哇！哟、哎。大一点，很羡慕住在海边的人，他们可以经常吃，我们呢，哇，运费都好贵哦。你知呢个系咩啊？寄居喺海螺入边嘅蟹，佢系寄居蟹。哇，你睇下，即系只蟹走咗个脑度啊？系。咁脑嗰啲肉去咗边度？你试下，你试下，你唔好理啊。冇食啊？哇，好似郑棒嗰啲煲啊，蟹王。蟹王，哦，呢啲蟹王即系好似嗰啲煲咁，好金啊。好唔好食啊？系咪好好食？好金啊！系啊，你满足你。好正，佢得苹果层唔食得噶，唔食得嘅，佢层皮嚟嘅。哇，好香啊！好正，好正，都麻咗噶啦，麻咗噶啦，贵啦。佢系浓缩咗喺里边嘅嗰种感觉，哇，好浓郁，好浓郁，都好香。要香，要浓，哇，真系好正。呢度咧，喂，呢只都肥。嗰啲，呢啲全部可以食噶。嗱，试下呢个，我吸一啖俾你食埋佢。即系佢主要就系食呢嚿。系，主要系食呢嚿，就系食佢酱谷谷嘅肚。好过瘾啊！系好过瘾啊！弹出嚟啊！爆浆啊！嗯，好正弹出嚟，真系好食。大家有机会都可以试下，没有踩雷哦，这个。